行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请我们喝小米酒。我们一定来到了挺部，挺部这个所在吃晚餐，啊，应该请我吃这个小米酒。过年吃马铃薯，啊，这些主菜就是马铃薯，哈，啊，来到这个所在就是个适应。大家拢讲，啊，当然你什么大行拢就好吃，真的，哈。啊，搁边吃啊，还有人跳舞给我们看。热咖啡的，热茶一个，先热茶的好不好？看多少听。讲趣味哈。那第二首舞蹈是他们的传统服饰的舞蹈，传统服饰的舞蹈。这对因查某传统的衫哈。Hey!
是拉雅族。跳舞就是安尼，真简单吼，就几个动作而已啊，没有污染，这是不丹当地的舞蹈。十个人在这里人几点钟的、反正来到这里感觉不一样，就把他拍来大家看看、他们穿的这就是他们传统的服装，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。现在就是大家一起跳舞，团员跟他们当地的人一起跳。